in the industry here.怎么了？我给你充电，马上没电了。你就意思在这举着？那我扔地下了。举的小事。没电了吗？没电了。完蛋了，要熊呗。你没充吗？你刚才哪里没充电吗？ 我上车了不是？妈呀！啊，我已经，他不用这个了。你拿手机开了。我这还开了三光灯了。开了。你开这个不是看？有点太累了，这知道是吧？累是不会了。你动个车。 再演了，我进了还照还光，啥意思啊？真是。不能不能不能。要不然试试。完机了。没电了。这漏雨那个的，刚我先停了一下，有点。 喂，我啥也不用接，一号车的接。赶紧把那个拽下来，把手机插。你去插不？下来插。 本来就看不见嘛，这个东西啊。嗯。真得半小时，我操。撑着。我撑着，我操。看。往哪看？
Gracias.
编成这个 A6 就是光学。哎呀，那鼓的呀，就是我们是逆向行驶过去的，这边那个中耳鼓的更狠啊。万事娘，你圆着。哎，二哥，你看啊，哦，我以为他不喊了来着。Thank you.
他知道，他也知道。还有在哪儿啊？还有在北京的。手指又烫熟开了，我操！我手指都烫熟开了，我操！
要现在来电话就完蛋了，你说二哥。知道。不来验收了。电池不行了。
什么时候来的？就算吧，你说呢？半个小时，哈哈哈哈。那干一个得，不得5多分钟吗？这个。人还不干嘛，他还焊好几道。然后就用那拍上上上都好上上。不错，你看哪个好？哪两道？啊？那两道上面那两道好。
哎呀，你闪闪行吧？以为焊工还挺多的。怎么比干了四十分钟大？肯定得干了四十分钟。我操，这玩意儿装得歇一个或者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那焊完就不孬了，这种活。行了吧。行了。